老公，我现在刚到剧组，感觉有点累了。好，行，先这样吧，挂了，拜拜。喂，哎，你好，张总，好久不见。对，我刚在剧组，然后，明天有时间，我们一起出来吃个饭呗。聊聊下一部剧本怎么样吧？好。喂，李制片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现在正在北京这边呢，然后我们今天见个面聊聊呗。那您看那个下一个剧本的角色有适合我演的吗？行，哎。喂，你好，乔达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我今天正好有空在这边，剧组说，看看我行，见面，那要不现在吧，我现在有空呢。要不您先再等一会儿，我化妆，您就上来呗。好，可以，好。好，那您一会儿15分钟过后，好，谢谢导演，我很能吃苦的，我什么都能干，怎么说呢，我会尽全力的，好，谢谢啊。